就是那个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游戏，叫做就是说绕口令啊。如果说对了啊，我们现场会派发一个小礼物；如果说错了，将会有一个小小的小惩罚，就给我一个，给我合个影就行。哦，有的有的。然后那个叫做什么呢？绕口令只有一个啊。绕口令呢？啊，绕口令我。特简单，特别简单，就一句，就一句话就 OK 啊。什么？叫做什么呢？红鸡公尾巴灰，灰鸡公尾巴红啊！连续说三遍啊！我没记到，你重新说遍吗？红鸡公尾巴灰，灰鸡公尾红鸡巴。哎呀！红鸡巴。来耶！他是红鸡巴尾巴黑。红鸡公不是红鸡吗？你干嘛？哎呀，我的！红鸡公，红鸡公，尾巴黑。尾巴灰，尾巴灰。啊，红鸡公尾巴黑。灰。尾巴灰。哎，对，哎，别马上，就结束了。我记不到，我这。红鸡公尾巴灰，灰鸡公尾巴红。啊，红鸡巴。哎呦我天，你就指着跟他干上了是吧？你就跟他指着干上了，我也是醉了。那怎么样？啊，红鸡公尾巴黑。灰。灰鸡公尾巴红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你别说，让他自己，让他自己说。这就是娱乐效果。红鸡公尾巴灰，黑鸡公。怎么又变成黑鸡公了？我也是爸，我那个爸爸呀。那我就不为难你了，不为难你。然后你跟我合个影，就是给我配合我做一个三秒钟的公主抱，合个影就行。OK， 来，那个助理过来。给我。不错啊，三秒钟就行。没事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。来，我帮你了。没事。我现在20万人看都不得行。我很重的。来，三，导演，二，一，哇，就没得。你买花没？怂的。没事，花开。我比较重。比较重是吧？啊，非常感谢你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对你越来越加大的生活的大概小的小的啊，该请的地方都请。这大长腿得劲儿啊！现在看见啥了吗？啊？快要掉了，我快掉了。这妹子也是没谁了，这嘴瓢的不让不让的，白色的是吧？差点走光了都。这妹子长得比我还高，这是一天。嗯，小马瘦了，这段时间太累了，真累，累得我身体都累垮了。一言不合就上手啊。嗯